我是赖博，这是2007年10月13号，新准在8:58拍摄的三 C 系具有平衡性和头头的 EMU500型区间车，准备驶进新左营站。而你喜欢的影片，可以帮我在你多多点五大去看看。这一次这个车次是以前的3127次，现在改成现在把3141次延到进这个延到8点。王谦先生讲。EMU563吧，没看错哦。等一下，拜拜。EMU573就上，EMU560。不接话，8:59全站谢光，就这样吧。